舅和虞书欣相爱相杀的打 call 和舅舅给虞书欣打 call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耀庆。啊，青春有你二终于要迎来最后的决赛了，究竟有谁能够成团出道呢？想必大家都很关心。今天在这里，我要替其中的一位成员打 call 助力，希望他能够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呢脱颖而出。乃万，加油！开玩笑的，其实呢，我希望大家关注的是这一位，他在节目里面的付出跟努力，大家都有目共睹，所以我也希望他在最后能够获得很好的一个成绩。赵小腾，加油！好了，不开玩笑，其实呢，我想推荐给大家的，我想真正帮他打 call 的是这一位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哦，因为所有人都在看着。孔雪儿，加油！好了好了，不开玩笑，我真正要为他打 call 助力的这一位呢，啊，此前我们的合作也非常愉快，然后呢，在《青春有你二》里面，你的努力跟你的坚持，让所有人见识到你最甜美的那一面。我只想说，坚持做自己，你是最好的。孙瑞，加油！其实呢，不管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，想必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但是，各位青春少女们，享受这个过程，拥抱这个结果，你们所有的付出跟努力都会在你的人生中留下精彩的回忆。It's oka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虞书欣给舅舅打 call。前不久，我在所有青春制作人的支持下成功出道，成为了一名女团成员。在这里，我要谢谢大家，尤其是谢谢我的舅舅。舅舅，谢谢你为其他的成员加油，刺激了我，激励了我，让我化愤怒为力量，拿到了第二名。听说今天是披荆斩棘的哥哥成团夜，没想到舅舅也能有自信去参加这个节目，居然还走到了最后。还记得有一天你跟我说过，你最喜欢的就是主持了，希望有一天可以替代何老师加入快乐家族。虽然我知道你会唱 rap， 会跳舞，会打拳，会胸口碎大石，会徒手劈板砖，但是我相信其他哥哥不会这么轻易就让你成功成团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跟你们开玩笑了。今天呢，我主要是想给何老师加油，海涛哥哥加油，潘粤明老师加油，香超老师加油，袁弘哥哥加油，披荆斩棘哥哥逆袭 ，Yes OK。不过舅舅还录了另一个版本。人类积攒了几千年的财富，所有的知识、见识、智慧和艺术都跟你没什么关系。我看着你，满怀敬意。你正在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，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，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，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。我终于发现，不只是我们在教你如何生活，你也在启发我。至于启发了什么，我也还在想。因为你，这世上的小说、电影、音乐中呈现的青春，不再是忧伤、迷茫，而是哇哦！不用活成我们想象中的样子，我们这一代的想象力不足以想象你们的未来。如果你依然需要我们的祝福，那么去玩吧，星星。